犯罪嫌疑人。哇，好靓！嗱，而家咧，我喺今日呢边，比我上次11月嚟，即系好明显多咗好多游客啊！站在不懂動，聽說不懂這隻金牛呢，这个是市政署，这个是邮局，哦，上次都入过去，我不想寄份嘢，我哋好似疫情期间寄去，你又唔知台湾边个国家啊，封咗只有船运啊。邮局大楼，哎呀，有几车水马龙。玫瑰堂啊，这个是建于1587年啊，哇，可能那时候葡国人刚刚到澳门，哇，去看看这个望过来，这里挺有过年气氛，哇，前面就是喷水池啊，新年快乐，哇，